歡迎收睇石 Sir 手機，石 Sir 係港股今日期結啦，而家就好似喺翻28,500水平度啦，咁上下啦，咁上下啦，嚟緊都係睇兩樣嘢噶啦，一個就集特會啊，一個睇唔使睇啊，哦，一個睇下美國減唔減息啦，係咪真係？唔使睇啊，兩樣都唔使睇，我唔收工啊，收工啊，哦，唔使睇嘅意思係咩意思？冇，唔使睇意思係咩意思先？集特會係一定係以而有果，有果係係就果而不行，哎呀！啊！繼續以，係咪？係咁啊！息減硬，減硬添啊！係啊！唔怕有果，有冇果都好，可能呢邊有果，嗰邊又唔減咁喎，會唔會啊？唔會，唔會，一定減，一定減添。係啊！哦，咁樣睇下市先，跟住再講好啊！好啊，睇下市先啦，好嘛？好，好嗱，第一件事係我哋睇睇翻嗰個即係個恆生指數啦嚇。好咁啊，本來喺呢度嘅時鐘咧，嗱，好簡單嘅，大家睇睇，其實嚟到呢一度咧，就係。特朗普突然之間話打個電話俾阿習大大，係砰一聲就彈咗上嚟啦。嗯，嚇一彈到位噶啦喎。哦，你再跟都真係喺水尾度唔肯喎。係，咁問題大家要諗諗啦，點解呢度已經唔肯跌咧？嗯，唔肯跌就上啦。何故唔肯跌咧？係喺呢度。有邊人會知得到？特朗普喺呢一度呢個夜晚會打電話嘅咧？係，哦 ，friend 啦，我唔知啊。哦，係，咁一定唔係我啦。特朗普自己啊，係咪啊？係，咁只不過咧，話即係你點樣做都好啦。喺呢度未出之前，我已經喺呢度講，喂，呢個可能係個底啦。咁點解咧？好簡單，喂，你班友仔或者。同特朗普 friend 嘅人，如果知道佢將會講呢樣嘢嘅話，咁你認為佢會先沽到落嚟，由30,000點沽到呢度已經應該要收水咧，3,000點夠肉食啦，係咪啊？係一個月咋，所以咧每次特朗普都係喺呢禮拜五咧就有嘢 up 嘅，係咁跟住咧禮拜一咧你試夾咗上去嘅，冚唪唥都係呢個 Monday gap，Monday gap。夾 up 喎，夾單，係夾 up， 夾 up， 夾 up， 係啊。咁喺呢個情況之中咧，當然啦，都有夾單嘅呢度咯。嗯，嗱呢度5月6號，呢度咧成5月3號中間咪有一個夾咯。哇，加關税，又係呢個禮拜週末嘅。係嗱，如果我之前知道呢樣嘢嘅，喺呢度沽咗貨，哇！等住特朗普佢話依個夾佢嗱喺呢度，人人都話簽得成噶嘛。係啊。點解呢個咁咧？所以我話俾大家知啦，你唔好以為特朗普及其朋友，或者唔好講唔好話特朗普嘅朋友，或者特朗普啲朋友唔可以冇消息啊！有個人叫 Kay Brass， 哦，淡友嚟嘅，淡友嚟㗎，係佢話要沽人民幣㗎，講完都係，此人同阿特朗普咧 friend 咗30年㗎，哦，講完啦，係咪？係。嗱，我冇話佢有冇得到消息嚇，冇，就係 friend 啫，係 friend 咗30年。好啦，再跟住睇國企指數一樣啦，一彈彈咗上嚟之後咁啦，咁啊上證指數亦係咁啦，係咪啊？彈咗上去之後橫行啦，深證指數咁 Dow Jones， 哇幾好啊！彈完之後，哎呀，係咯，又唔再升喎。嗯，咁啊 Nikkei 啊彈完上去之後又咁樣啦，又唔再好升。代表咩咧？等待咯，係等啊！特朗普先生佢 say yes or no 咯。嗯，咁啊，美匯指數咧啊，都未去到見到95，啊賺啲啫，賺啲嘅係。咁然之後再跟住美元對日元啊，都未見到105至102，係啊，哦咁嘅樣係誒。話可以等又可以唔使等啦，有結果啊，但係唔行啫。咁你覺得過呢個禮拜之後啊，會點呢個市？個市反映曬未咧？個市就係應該會升嘅，都係會升啊。係哦，升嘅。嗯，咁樣樣。升兩樣嘢，第一，特朗普呢個會咧，你唔使開噶啦。嗯，特朗普一定咧係 OK 嘅。係。而家問題係習生 O 唔 OK 嘅啫。哦。咩？不過我又覺得習生又會 OK 嘅。嗯，係好人。不過咧，唔係好人。哦，啊，大家都係咧，就係你想我死，碾死中國。咁中國又係
死唔斷氣，係嚇呢個瓦風領包頂頸，死唔斷氣。點解咧？因為好簡單，因為阿習生如果真係要呢個抽，真係三千億嘅貨品，抽足25%關税咧，美國即刻會陷入衰退危機。係一衰退嘅話咧，你咁樣衰法咧，你就肯定你唔可以係有競選連任嘅希望。嗯。所以特朗普一定不會在現在是有致到這個的，由於加關稅而帶來物價的上升。鮑威爾即是說，那我怎麼減息啊？是不是？我又減息又要這個通脹上升，那即叫滯漲。是。那在這個情況之下，變成他不減息的話，特朗普還死。所以因此他一定要是簽了這件事出來。是。那簽了這件事之後呢，之但你如果就咁落嘅話，又好衰噶嘛。哦，冇面啊，冇面噶嘛。之前嘅就講，我好中意咁收關税啊，嚇、我哋好叻啊。所以佢到時喺現場未簽啫，已經講咗啦嘛。如果唔 Nike 嘅話咧，個三千億關税就收多 10% 啊嘛。哦嚇、啊，落台收 10% 啊，落台啫。之前你話25嘅喎，收我25啦。哦，唔好收30啦。50啦，多啲啦。點解你唔肯咁收咧？傷親自己啊！因為呢3000億一路都係冇收嘅。係，因為收嗰啲好多都係點咧？係第一，如果你收嘅話，係好多依嘅衣褲鞋襪。嗰啲電話啊啲啊。啊，電話啊咁樣，哇！連 iPhone 都要收埋。咁啊，好鬼貴咯。係。咁你個通脹咪發咪？即係通脹指數就會上升㗎啦嘛。衫褲鞋襪現在一路都冇收嘅，而家你要收埋嘅，仲要收25%喎。嗰陣時已經講明咗，你一收美國商家係唔係廠家？廠家我就你收啦，收啦，收啦。哦，對嗰邊比嘅啫。係咪啊？因為廠家，因為廠家我又生產同你嘅競爭啦嘛。即係商家就係只賣唔生產嘛。係。咁佢就會覺得，哦，咁啊，我就會加價啦。一加價的話，你通脹上升，那你怎麼搞呢？是。所以這件事來說，特朗普你為什麼是需要還來打電話來談呢？就說中國，哦，你加咯，哦。嗯，哦。看看誰死先。是，忍不到了，現在終於。現在世界都有一件事的。嗯。不是誰能生存到。誰死先。是誰死先。是。啊。啊，誰死先。那呢？The dead has nothing. The one alive, 即死剩種嗰個咧， can take all. 唔係 winners take all. 係 the survival take all. 係，係咪啊？係咁簡單。啊，即係主要咁講啦。哦，全香港啲人死曬。我就係香港最大嘅係樓宇擁有者啦。係啊。我中意住邊間都得。咩都係你嘅啦。係咪啊？係。啊。不過有樣嘢啫，冇水冇電。哦，唉，難搞啲，係係咪啊？一樣嘢死曬啊嘛，冇人可以提供水電俾你啊嘛。係啊，咁啊，超級市場啲食物都係我嘅，都係你嘅，係未過期以前，未過期之前都係我嘅，就算過期都得嘅，都要食啦，係咪？不過我又唔能夠頂得幾耐。係嘛？咁到咁上下時，有啲嘢咧，因為冇水冇電啊嘛，啲食物就話爛㗎啦。咁唯一咪就唯有點咧？就捱，公仔麵及罐頭咯。因為啲凍肉啊，冚冷壞壞曬㗎啦。連最好想食嘅啲咩 aged beef 都冇咗啦。冇啦，係嘛？係，就係咁樣。所以呢個情況之中咧，你揾到特朗普係需要係簽呢個條約嘅。係，因為佢唔簽嘅話，對美國民生影響大過對中國民生。點解話對中國民生影響冇咁大咧？咁樣，喂，中國基本上好多嘢係自己生產到啊嘛。係。褲唔賣俾你美國佬嘅，自己著咯。咪留翻自己著咯。係。係咪啊？嗯。廁紙唔賣俾你美國佬嘅，咪留翻自己用咯。嗯。啊，講起廁紙有一樣嘢。係。反對特朗普啲人。嗯。是印很多卷廁紙的，有個樣子在那裡嘛，有個樣子在那裡，那裡在廣東的江門等等，這間廠幫他生產這些廁紙，所以如果不是的話，沒什麼問題的，
特朗普使到個對手咧，係為咗要攻擊特朗普嘅時候，啲次次都賣貴咗，你又幾好咧？呢個係打擊對手嘅好方法。好啦，咁我哋睇翻一樣嘢，繼續落去，將會點咧？係啊，冇問題噶，冇問題啊，冇問題噶，啊，因為中國佬係出現一樣嘢，係由冇鞋著開始的。哦，即係美國佬咧，就著咗對鞋好耐。係。而家你叫佢冇鞋著咧，佢真唔掂。即係好似我現在咁樣，冇冷氣我哋得唔得？啊，難搞啲，難搞啲，係。係咪啊？即係你呢個山區度啲中國窮民、農民，佢有冷氣咩？不嬲都冇啦。涼風就有，冷風就有，冷言冷語都有，冇冷氣，就係咁啦。咁你睇下近排好似尋晚好多嘢講喎。好啊，睇睇先啦，好嘛？好啊，咁啊講緊咩嘢咧？第一，中美最新表態，美方總統特朗普講，如果冇中國達成協議咧，會同中國徵有大量的額外關稅，如果決定加關稅，可能是 10% 而不是 20%。 中方就更加希望協議。喂，阿哥，你如果丙得死人的，我真的相信你為了而不想的150個伊朗佬死，所以你 call off 了這個，即是叫停了炸伊朗那樣東西嗎？哦，仁慈啊，仁慈。這麼仁慈？你幾時見過啊？一樣嘢我講啦，你未準備好啊嘛，你點打伊朗佬啫？係嘛？同樣就係、是、你真係加講都話叫你加250% 啦，笨。即刻掛咗美國經濟。咁啊，兩國咧，商務部長就話兩國有望將談判推回正軌，但如果談判失敗咧，特朗普將會加徵更多關稅嘅威脅，並非虛張聲勢，咪加咯，係咪啊？咁中國嘅嘢點做咧？我哋等陣睇睇。盧姆欽咧就係你唔使理佢噶啦。哦。哦。因為盧姆欽咧成日係投降派嚟噶，美國入邊。哦。係。啊，所以咧有90%咧談判，咁之難嘅咧就仲有10%啊嘛。喂，5月4日啊，嗰千幾頁都好似話談曬噶啦。之前都話誒傾咗90%噶啦咁樣咯。係咪？係啊。咁我揾到 the last mile 嗰度係好慘噶嘛？咩叫馬失前蹄啊？係，所以啲人就話：哎呀，因為談咗90%嘅，所以就升咗上兩個市。係。喂，呢樣説話唔係你第一次聽㗎，係咪啊？都唔係啊！真係成日都講橋唔怕舊，最緊要受死蠢。好嘛？係。好啦，特朗普嘅目標咧係重啟貿易談判。美國高級官員嚇，啲低檔人。唔知邊個講哇幾鬼 friendly 啊！特朗普嘅目標係重啟貿易談判，相反就係善意嘅姿態。哇，越低級越善意嘅。我真係唔明啊。哦。可能會係啊，唔再增加新嘅關税。喂，連 10% 都冇埋喎。你竟然大過特朗普？可能啫。但美國唔會撤銷現有關税。中美嘅元首會談咧，可能係談及咧華為嘅問題。華為問題，起先係講華為問題同貿易呢個談判冇關係，兩件事嘅同關税。係。後來又講咩點咧？特朗普就話：，咁樣啦，我哋呢個關税問題咧，可以傾埋華為問題。呢個特朗普講噶嘛？係啊，協議內容一部分啊。係嘛？咁呢個你而家又再執人哋口水尾。咁所以呢個美國嘅係唔好叫高級官員。哦。係混頓級官員。你都唔知你噏乜。哦。不過，佢亦都可能係噏乜，唔出名喎，因為佢唔出名，佢只係出咗嚟，所以好簡單，話俾你知中國佬點，其實抌雞啊嘛，我唔收你新關税嘅，華為都要得傾啊，其實係咪兩樣嘢？係啊，兩樣啊嘛，係兩樣，大佬，呃鬼食豆腐啊，係咪啊？係，即係我代外交部答啫。哦，係我人衰啲。咁外交部就話點咧？打貿易戰同埋加徵關稅係損人害己㗎，解決不了問題。中方話中美關係立場咧係非常明確嘅，即係你有你嘅觀點，我有我嘅觀點。
堅持雙方尊重，雙方尊重即係我唔妥你，你唔妥我，啊平等互利嘅基礎上面咧，咁究竟即係你要拉我定我拉你啫？嗯，冇得互拉噶嘛。冇啊。嚇，咁啊解決雙方貿易摩擦，雙方貿易有摩擦咩？冇啊。哦。冇啊。冇啊。你見到幾時起煙啊？係。冇啊。冇。一出就燒咗啦嘛，起咗火啦嘛。係。係嘛？過程中咧要照顧彼此嘅合理關切。講完咪又冇講外交部。嗯。啊，《環球時報》，《環球時報》即係等於依個係特朗普嘅霍士電視台。係。霍士啊，幫依個係特朗普嘅《環球》呢個咧，就幫依個中方嘅。啊，決唔會用依個無原則性嘅讓步。嗱，開始講啦。嗯。你唔好恰我啊。嗯。我讀書唔少噶，係啊，嗰句説話就係啊，你冇恰我啊，嚇咁啊嚟到換取依個所謂嘅係經貿嘅優兵，打咪打過咯，做咩啊？咁由於你依個分歧產生立場嘅差距嘅，並非能夠阻止兩個恢復實質性商談嘅關鍵障礙，一合作先能夠產生利益。咁如果係咁嘅話，咁只有就係拋棄成見。只求合作咯，咁喺嗰度咧，再依個大家就共同係會即係發達啦。哦，即係大家都肯讓步嘅，會唔會？會唔會啊？個個都讓步，哦，兩個都讓步，係嚇，兩個都讓一步，嗯，不過係蓮花碎步，嗯，就係咁啦，係。咁啊，集大會可能達成共識嘅，商務部副會長集大會能夠如期舉行。說明中美兩國已就啲問題達成一共識，不準備咧，正準備咧達成一套程度嘅和解，唔係諒解嚇，係和解嚇。諒解就 understanding 咗之後咧，可以唔打交嘅。和解咧就打完曬一爛餐之後咧，先至簽啦，就係咁樣嘅。想經過咁長時間摩擦，都認識到啊，貿易戰不利於兩國，好似係美國遲啲認識喎。嗯，中國喺舊年五月都噏到而家噶啦。係。咁啦，如果係貿易戰嘅話，係不利於世界。預計兩個會即係元首之間會面之後，就會有共同嘅資料。咁當然就係攬頭攬頸啦。嚇。嗯。咁之但你認為呢攬頭攬頸信幾多咧？嗯，表面做咗啊。大家唔好講話表面。哦。大家用個心去睇睇啦。係係係。咁啊，好啦。匯豐佢睇貿易戰啦，中國依個中國經濟需要靠三支箭嚟到依個達成嗰個嘅係擴展嘅。咁啊，美國對三支箭關稅之後咧，中國商品咧仲係徵翻25%啊。咁啊，拖低咗內地嘅全年實質經濟生產量第1-1.2% 度。咁而家喺警訊方面去睇，就中美嘅代表團咧。會有足夠喺緩和呢個加徵嘅關稅，但係咧就唔係好夠時間去做到廣泛嘅實質認識。咁就係話咩咧？就係話留翻兩個第二日再傾啦。嗯。啊，美國聯邦儲備局同埋內地銀行咧都係落實咗更多貨幣寬鬆政策，大家就會印銀紙咯。嗯。啊，咁啊，花旗私銀咧就話中美貿易戰咧冇進展嘅。咁啊，預期咧美國下半年會減息50點之一，減半釐，嗯，係嘛？係。咁啊，再跟住咧就仲有一樣嘢，佢建議黨內咧選出咗主導嘅板塊，佢建議揀選黨內主要板塊，例如好似咩咧，消費啊、公用啊，同埋呢個即係所謂啲內銀股，嗯，嚇內銀股，好似啱啱係啊，招行又中咗招咯，係，嚇，咁啊點樣去做？咁啊，究竟啲股票信唔信得過？大家各自又係同台食飯，各自修行啦。嗯。美國聯儲局個鮑威爾佢減唔減息咧？哎呀，死火啦！哦，做咩事啊？唔係不嬲預咗減嘅咩？佢又話：如果即係貨幣政策屈服於短期政治壓力咧，通常會帶嚟好大嘅損害。嗯。咁為咗唔想損害，夾硬唔加息住咯。唔好睇，唔可能，係可能嘅。哦，
好啦，布拉德就話：，誒呢個講得啦，應該減，應該減減減，因為中國唔係中國，係因為咧係美國方面咧就係喺呢樣咧就係依個嗰個七月嘅減息機會咧就係 OK 噶啦。嗯，雖然我哋而家覺得唔需要而家要急減，即係我減啫，就保險咗，即係買保險。嗯，嚇攞全國經濟嚟到買保險。哎，佢跑熱上年尾噶嘛？啊，係。咁啊，未諗未諗咧，就話預計美聯儲咧九月減息咁多四分三厘。咁啊，再跟住咧就會話點樣咧？就儲、是、高將下經濟下行風險降至最低，因為你有經濟下行，所以要減息啦。嗯。咁另一方面咧，就喺、是、呢個嘅係目前如果喺七月減息嘅預期係100，分別咧就係1/4。即係嗰個係四分之一釐，一半釐嘅啫。嗯。咁啊減，我又估計咧係可以係減半釐嘅。哇！係咁進取，一釐就半釐。唔進取。唔進取啊！啊！因為仲有幾次減㗎。哦。好啦，呢個 Jeffrey 呢個咧首席金融師麥卡錫佢講G20如果有利發展嘅話，聯儲局咧就必要咧係下調嘅息口嘅。如果不是有好的發展的話，那就不行了。很簡單，什麼叫好發展，什麼叫不好發展呢？嗯，打不打仗咯？哦，你不是達成協議就好發展咯，就不用減咯。是嗎？是。咁知，但是不知道的。這個不是一定的喎，你還要看看中東呢。哦。好了，那這個圖很簡單啦，那就是啊，第一，最頂頭那條線的。嗯。就好似舊年九月減息之後咧，啲人都以為哦，都喺兩釐七度附近啫。咦？喺十月嗰陣時就唔係咯喎。咦？我跌咗落嚟呢度嗰啲啦。嗯。因為嗰陣時咧，十月話啊，我睇你依個第一季、第二季都係會有依個衰退嘅。後來證實冇。嗯。咁即係邊啲人係接棒上嘅咧？一啲係所謂嘅係公司啊、乜剩啊嗰啲嘢，你就可以接上去啦。如果唔係嘅話，你點做啫？嗯，咪等咯，等佢減關税咯。所以上個禮拜四一講話有咩嘢好唔好啲嘅話，啜一聲減關税嗰個嘅係預期就快咗啦。咁去到呢度減到最多幾多咧？係2021年3月度減到最低。嗯。咁啊之後咧就有少少嘅上行。我都減兩年喎要。係啊。嗱，我哋除咗要睇減關税之外咧，G20會唔會介入香港事務咧？嗯，呢個好重要嘅嘢。中方話唔俾介入喎，唔傾喎。傾唔傾唔係一個大問題嚟嘅，我覺得係應該要傾。我應該要傾啊。嚇，係。因為你話唔俾佢傾咧，佢好覺得你真係有嘢隱瞞。嗯，應該要傾。係。因為點解咧？咁樣睇翻張圖啊。好啊。李柱铭是做过立法会议员的。1998年12月9日辩论特区法管治之下，他当时这么说，李柱铭的动议，由于两名富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被到绑架，一个姓冯的，一个姓黎的富商，亦都有在德福花园出现了5次命案，所以呢就要點咧？好大關注。咁我哋咧，特區政府就未盡力要去爭取喺特區內涉嫌違法人士，即係等等樣嘢喎。特區政府唔得喎。嗯。咁所以咧，佢點咧？本會深表遺憾，同時本會促請特區政府以國際社會公認嘅原則嘅基礎，盡快就係中港兩地移交疑犯安排。與中央人民政府嘅進行商討及達成協議，恢復港人對特區司法管轄權嘅信心。嗱，1998年12月9日，佢係咁講嘅。係。佢有啲失憶，或者佢有啲遲鈍咗，唔記得喺2019年6月嘅時候，當林鄭一提出呢個法案咧，佢即刻跳出嚟。
多謝林鄭提出呢個法案，堵塞咗個漏洞，使我喺1998年嘅法案率提到而家你都做唔到，而家做到啦，咁幾好咧？嗱，若然李柱銘當時係講呢句説話，咁你認為有冇後面嘅示威咧？香港好太平咯喎，跟住啲嘢就升咯喎，再其次。若然如果今次呢單嘢係俾 G20 各個峰會領導人又睇到，不呢段係中文嘅，應該有個係英文嘅本嘅，咁應該要攞翻出嗱，特區政府去攞㗎，因為呢唔係1997，而唔係1996啊，係1998啊，喺特區政府嘅係司法嘅管轄之下嘅立法會。李柱銘作為做係民主教父，佢提出嚟係應該要遣返嘅。其實呢個問題咧，琴晚大家唔係好清楚，昨晚所有傳媒界都會揾阿李生證實呢段嘢係真嘅定假嘅。有冇屈佢？到今日未有消息證實。係。咁好簡單啦。如果到時阿李生認為有人屈佢嘅，佢出嚟澄清咯。如果冇人屈佢嘅，佢解釋下點解當時佢要提出係要引渡嗰點啦。而家佢又出嚟係認為唔得啦。咁當然另外仲有一個人可以出嚟講嘅，就係陳方安生。因為陳方安生係當時政務司，係當時佢哋政府方面委派嘅劉淑儀。你要北京跟他談吧，這樣，所以這個是當時特區政府一個的是工程來的，不過後來因為23條就沒有了，那為什麼我要拿出這件事呢？是很重要的，大家再看看這件事，看回那個畫面，本會促請特區政府以國際社會公認的原則為基礎，盡快就係中港兩地移交疑犯嘅安排，同中央人民政府進行商討及達成協議，恢復港人對特區司法管轄權嘅信心。嗱，點解重要咧？如果李生佢話係啊，我當時係提議過呢樣嘢啊，因此我感謝林鄭咧，今時今日係再跟住咧，使我即係以前未完成啲願望，而家完成咗啦。哦，咁跟住好多人會擔心嘅，會唔會係？G20 入邊咧係即係攞翻香港嘅所有嘅咩嘢嘅係特區嘅即係話關稅地位唔會存在啦。咁天下太平，你話個股市升唔升？特朗普又唔打你啦，又唔搞呢個咩嘢啦，係咪啊？又唔搞呢個貿戰啦，聯邦儲備又減息啦。香港呢度咧啲人又唔會走去要搞你，即係嗰個攞翻你個關稅地位嘅問題啦。養都好嘢喎，養好嘢，所以咧，現在而家好緊要啊！再嚟睇翻呢樣嘢啦，再睇翻個邦咧，港股升唔升就睇下李生出唔出嚟承認呢一樣嘢。佢當日有講過，如果承認當日講過嘅話，G20啲人，喂你唔應該講咯喎，美國你仲講咩嘢？係應該贊成呢個民主之父教父佢提議嘅嘢啊嘛，咁。所以我點解話俾你知？港股應該要升。係咪啊？升唔升睇李柱銘。咁樣。係啊。嗱，因為你講嗱，習近平同呢個特朗普又一定會傾得埋啦。利率又減啦，係爭呢樣啫嘛。如果你到時你講完之後，我又傾得埋，我又減利率，不過我取消你呢個香港關稅特殊地位，咁你仲唔跌？係咪啊？咁所以而家咧，你睇乜嘢 indicator 都冇用，睇住李生，佢出唔出嚟承認呢樣嘢？不過我又話俾你知，佢唔會出嚟。咁所以咧就大家喺呢入邊咧就要對嗰個後面嗰樣嘢睇下 G20，好多人而家要交嘢俾 G20嗰啲咁嘅即係等嘅嘢咁啊。我希望佢加埋呢樣嘢咯。加埋呢樣嘢即係解決問題咯。咁到時如果真正嘅立法會入邊即係有呢個記錄噶嘛，
查翻嘅記錄嘅時鐘，揾得翻嘅，揾得翻嘅時鐘，咁啲諸如此類。哇！如果仲通過咗，要佢譴責香港嘅話，咪死火啦。喂，佢哋相信嘅老朋友，特別美國嘅成日去同美國人傾嘅老朋友，原來佢提出嘅喎。嗯。咁點搞咧？咁啊，應該要即係推翻轉咯。有似特朗普咁推翻轉之後，啊，港股好啦，跌下啦，跌完之後咪又升咯。嗯。咁就呢個就係我對後市嘅睇法啦。係。但事實上，你話習特會都會好啊，港股都會好啊，嗯、但係咪都應該睇定啲？下個禮拜之後先開始睇下市啊？唔使，唔使啊？唔使，因為我嘅判斷就係話，喺呢次入邊嚟講，點解你先又話要打人，又話乜乜乜乜？你五月四號要打人，嗯，六月十八號你又話要 friend 人，係呢個叫先聊者賤啊嘛，嗯。咁賤嘅有冇都好搞嘅喎？係 cheap 咗之後咁就咁，我覺得一定要傾得到咯。嗯，傾得掂咯。係。仲有一樣嘢，本來你話俾我知你25%關税嘅嘛。嗯。你話我唔收你25%，我收你10%。喂，點解你會縮沙咧？係。我硬係唔信你會對我咁仁慈咯。嗯。好似同講對伊朗對仁慈咁，因為我可能會殺咗你，即係軍事行動會殺咗你150人，所以我唔得。喂，軍事行動死150人？嗯。好少啫，係咪啊？哎，係咪啊？嗯，咁你好簡單。哦，咁點解？因為你自己入邊你做唔到嘢，你係你倒沙蟹，你驚住一倒埋出去之後，斬俾人斬隻手啊嘛。嗯，係。係咪啊？所以你咪即刻縮沙咯。咁你既然縮沙嘅話，咁係得中國嚟到睇 O 唔 OK 啊嘛？中國又想唔想傾咧？傾嘅。嗯。一定傾嘅。係。點解咧？真係唔好咁快脆打住係好嘅。哦。中國爭取咗兩年。至到係5年，嗯，繼續發展咁就得噶啦。係、哦，華為都係要2年到搞掂啊嘛。咁點解兩年之後你一定要留心咧？若然兩年之後特朗普當選，嗯，你認為佢仲會唔會？唔留手啦。只係收你嗰10% 啊？全力啦。佢會唔會留手啊？唔會啦，唔會啦。你信佢會留手嘅？你都死蠢啦，係咪啊？係、哦。啱啊。嗯。所以好簡單。所以咧，如果到時呢個傳咗之後咧，嗰樣嘢拖拖拉拉，拖拖拉拉，所以我就點解會咧？初步嗱，我講嘅樣嘢啊，咁我講嘅樣嘢係可能會出現係咁情況。中國話誒、為咗要識表善意，嗯，我幫你買你啲大豆，係啲豬肉，嗯，咧上次咧我哋訂咗嗰啲咧，後來你因為喺5月5號總講話咩嘢，我咪即刻叫佢停咗唔好運嘅，嗯，呢你運過嚟啦，係 OK 翻啦。OK 翻啦，訂咗嗰啲我 OK 翻啦，係咪啊？咁、嗯、意識出善意，係咁其實好簡單，中國又要啊嘛，要係係咪啊？又要啊嘛，咁、嗯、又可以咪攞翻啲咯。嗯，咁啊，再其次就訂多啲都得㗎。哦，有需要有需要，有需要咪訂多啲得㗎嚇。咁啊，跟住之後不過咧就有船期慢慢排。嗯，我係睇下你到時咧，你堅緊我嘅話，我咪有集咯，有集咯，係係咪啊？咁啊，中國又識出呢個善意，咁啊，特朗普又話。欸、我現在很簡單的、嗯如果大家談不下去談不下去、嗯、我就會收你 10% 是那這樣一定談得下去、哦、因為你做了之後底褲都貴了嘛是就像他在墨西哥那裡、嗯、上次的時候他說欸拿著我談不下去後來被人家傳媒呢、嗯、他那張紙太薄嘛是透光透光嘛拍到之後原來是一個月之前、嗯同呢個係墨西哥達成嘅協議嘅，咁、嗯、跟住啊有協議啦咁，咁啊俾人篤穿咗，唔係啊我仲有個協議㗎，未俾你睇㗎啫。嗯，哇有個協議又再協議咁鬼多秘密嘅，係，咁即係好簡單啦、啊。嗯，因為你能夠真係抽墨西哥税咩？唔抽得啊嘛，一抽嘅時咧，墨西哥好多雞蛋啊、肉食啊，嗯，即係每日嘅係蔬菜生果係由嗰邊運過去。哦，你一抽。又要貴嘢咯！你貴雞蛋又貴啦，乜嘢都貴咯。嗯，係。咁點掂啊？啊，咁所以呢樣嘢佢咪即係要揾個落台街咯。嗯。你如果要揾落台街，即係你唔夠 muscle 咯。係。咁佢係要爭取住點咧？壓低咗嗰個通脹，等聯邦儲備局可以減息。嗯。咁如果七月佢唔減息係唔得嘅，點解七月要減息？因為的而且確美國嘅經濟。是出現了很多是不好的現象、
係。不過點解聯邦儲備局要唔敢減息咧？係好簡單嘅啫。哦。因為減息之後啲錢去邊度咧？嗯。減息之後，係咪啲大豆會生好啲咧？唔會啦。減息之後，係咪啲貨會運到入嚟咧？嗯。啲貨運到入嚟係唔關息口事啊嘛。將減咗息之後，啲錢係會去咗華爾街，係，咁就會炒高咗啲嘢。嗯。炒高啲之後嘅時鐘咧，係可以有bubble。係。呢個係聯邦儲會驚嘅。嗯。呢個其中一樣嘢係喺係 Kansas， 即係呢個 Kansas 費城。嗯。唔係費城，係呢、這個Kansas， 我唔記得咗，中文唔記得咗啦。嗰、那個聯邦儲備局長佢話減息係會刺激到個 bubble。嗯。而家你唔好睇咩嘢，好多2008年嘅 COD、COB 乜乜嘅嘢係翻曬出嚟。哦，你再去嘅話，嗯，即係爆煲咧。係，我可以話俾你知，美國冇得救嘅。嗯，點解美國冇得救啊？你自己繼續印銀紙啦。係，中國仲會唔會配合你？我又搞40,000億出嚟啊？唔會啦。歐洲佬會唔會配合你？又會真係咁剪緊啊？嗯，唔會啦。係，咁你咪自己救自己咯。嗯。你自己救自己，唯一就靠一路印銀紙。你一路印銀紙，你美金貶值啦，就將會貶值。嗯，你貶值嘅話，你利息一定會要升。哦，好簡單嘅啫。嗯，因為你印咁多銀紙出嚟，係值錢咩啲銀紙？嗯，咁你唯有靠息有咯。係，即係好似以前人民幣冇價值嘅話。嗯、人民幣存款係高息過港息噶嘛？係，係咪啊？所以點解啲人話：，誒點解而家全球都係負利率，硬係美國仲有正利率？係啊、嗯，因為你印銀紙多啊嘛。嗯，係。你咪俾到高息我咯，係咁簡單。嗯。以底上我貨幣價值下跌，係利息係使用他人銀紙的代價。嗯。唔係點會俾息你啊？係，我俾啲 good money， 你哋俾 bad money 我。嗯。咁係咪需要揾個利息搭救咧？係。係咁簡單啫嘛。嗯。咁所以你話要真正嘅話，唔掂咯。嗯，係。所以我覺得傾得埋攣咯。嗯。點解啊？因為特朗普唔係真正想救經濟啊嘛。救自己啊！想救選票啊嘛。係啊。冇一個美國總統如果競選連任嘅，係可以喺經濟衰退之下爭取連任啊嘛。嗯。歷史，特朗普可以改寫歷史㗎。哦，試下嘛。你可以試圖改寫歷史㗎。係。不夠唔夠膽挑戰呢個歷史啊？嗯。我相信唔會咯。係。扭未扭得切啊？仲投你？係咪啊？嗯。咁所以呢點入邊嚟講咧，就一定會成拖拖拉拉，去到明年嘅6月。哦，上咗啦。連咗啦，搞掂啦、嗯，或者去到明年係9月，嗯，係咪啊？係等等樣嘢，佢上咗任之後嗱，我話俾你聽，佢一定話中國啊、嗯，你這個唔掂，那個唔掂，這個唔掂，那個唔掂，我收你呢個50%關税。嗯，係啊，無後顧之憂。特別係當好多嘅廠家係可以移出咗中國之後，嗯、不過移唔到㗎呢樣嘢，我哋識點講？哦，移到啲移唔到曬，太平。咁然之後再跟住，佢就會唔喺關税呢度搞你，佢點咧？華為啊，咩、嗯、咩公司咩嘢啊、嗯，其他啲嘅高科技公司啊，嗯、又話你呢個同呢個嘅係北韓，即、嗯、係有交易啊，嚇、啊，諸如此類同你同伊朗有交易啊，諸、嗯、如此類。咁大佬係你叫人唔好同人交易啫嘛，唔係聯合國憲章嚟噶嘛，嗯，制裁先啦，唔好理啊。咁你咪要搞咯，所以呢啲銀行度又將我俾佢搞嘅、嗯。我想請問。我想請問，係、嗯，你話同北韓冇交易，嗯，喂，好似我有一兩間上市公司都好似喺北韓嗰度搞賭場喎。哦，嗯，點啊？係，可能乾淨咧。係，唔知啊，唔知。好啊。係。乾淨。係。賭場乾淨。賭場乾淨。好，總之啊，傾得埋啦，又有得可以減息咁啊，真係。
好勁啊！得阿李生啦，李柱銘先生，你出嚟咧講講啦。1998年12月9日，你係咪真正提議過本會深表遺憾，同時本會促請特區政府以國際社會公認嘅原則為基礎，盡快就中港兩地移交疑犯嘅安排與中央人民政府進行商討及達成協議，恢復港人對特區司法管轄權嘅信心？呢個係移交逃犯嘅嘢，佢係移交疑犯，唔係逃犯。係，好啦，總之大家睇住星期六嘅集特會先，好嘛？唔使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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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科嚇。好，唔該曬石 Sir。好嘅，嗱，想重温翻石 Sir 手記流咧，歡迎到 hkt.com 嘅點面區。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啦。